第十篇一百三十三篇，有哪写？看，兄弟姊妹三甲组织啊，同徛起是何等的好，何等的水。咱啊，伫一礼拜久久的中间，咱做伙啊，三甲组织伫主的殿宇内底，咱三甲要来娱乐，这是何等水、何等水的代志。在咱今仔的诗歌里底，529首，在我救主阳光面前，大家聚集欢喜和平，祝你疼痛极大无比，万马吟诗感谢你。这条歌是真正水的一条诗歌。啊，咱的圣诗吼，常常拢有足济啊，咱的前辈、信仰的前辈所留落。因感謝上帝的詩歌，這條詩歌是日本一個牧師所寫的。你敢知道這個牧師是什麼人？奧古諾先生，他是其實他出世在一個牧師時代，他是薩布萊牧師，但是他經過上帝改字好掉，真多上帝惊离了，写出这条真正水的诗歌。这个诗歌吼有分三节，在这个中间，好掉大家三甲组织是何等水、何等阳光的代志，因为在主阳光的宝座头前，吼，伊英语讲 Before your glory throne， 在你的宝座前。阮徛起来娱乐你，咱三个做伙来唱这条歌，圣诗529首。在我救主阳光面前，大家聚集欢喜和平。主，你疼痛极大无比，阮要吟诗来感谢你，来。求主阳光面前，大家聚集欢喜和平。祝你听堂极大无比，我每今时来感谢你，大家合祝对伊卡波，大家真正。第一站，咱搁做伙来。在我救主阳光面前，大家聚集欢喜和平。祝你听堂更多无比，我每今时来感谢你，担着好主。请更勤继续吼，咱第一节的诗歌，伫主救主阳光面前，欢喜啊！大家组织欢喜和平。咱看了伊的副歌吼，打着耳柱对伊卡波，大家进前来行天路，是勉励咱大家，逐天来对主来行天路，这是何等水、何等阳光的代志。第二章来讲，愿我救主催逼我心，赞我听你日日拿手，将我性命献乎你用，报答我主极大恩情。祝你谦卑，看无家己，学生的脚你洗清气，你好模样，愿来愿学来行，真做一体，大家三听，咱来学习主耶稣替学生。来洗脚的模样，谦卑咱家己来对主来行。咱第二节，作为来吟。
愿求主主催逼我心，让我听你的怜惜，将我生命献乎你用，报答我主极大恩情。主你谦卑，看无家己，阿生的苦，你洗清气，你好模样，我学来行。正做一体，代价三听第三站，那求救主做我木者，带我经过深刻旷野，兄弟姊妹正做一体，代价当行天路无替。日日到白，哪句哪句，何歹经过，三听不知，甘愿冤家，为你上帝，伊做恶路，日到晚世，咱第一再搁做伙来吟，伫我救主天光面前。大家主子，我去隔壁，主你听通，极大无比，愿每今世来感谢你，打着主对伊脚步，大家真挚来行天路。无论经过哪项代志，常常帮助安慰扶持。无论经过哪项代志，常常帮助安慰扶持。咱倘若说咱附近、咱身躯边所有人，咱无论经过什么款的代志，咱三角来扶持。三角同来行天路，咱翻开新圣诗540首，主在叫咱人做真光的灯，亲像一支烛火，明是照光明。啊，这条歌咱真熟，咱通好做光做盐，伫这个世上，诚侪别人较看见啊，上帝伫这个世间所要行的代志。好，这世间有黑暗。最最人就答，咱就照一光，一人一角，吼、哦，调好。最光照伫这个世界，咱做伙来唱，主得叫咱人。主得叫咱人最真光的灯。亲像一支烛火，明是照光明。这世间有黑暗，最最人着当，咱着照起光，一人一光。第二站，主题叫咱人归阳光好伊，咱的光若无明，要好伊看起，伊阿落看世间。亲亲像乌目，咱着照起光，一人一角。第三站，主题叫咱人，达位做光灯。人有做乌有本，做做心袂明。看世间真乌暗，暗亲像乌目。咱若照起光，一人一角，请更紧继续。伊阿乐看世间暗亲像乌目，咱有当时啊，咱伫生活中间亲像看袂明这世间的创啊，因为咱的目睭有那蒙蒙雾雾无明。吼，爱照啥物话？照主的光来，互咱会当看见光明。人有罪恶，有问罪罪心无明，看世间
真黑暗，吼，人有罪恶忧闷，你的心有罪恶忧闷无？咱请者就爱安尼来问咱家己，所以咱就亲像一支烛火，咱来照着上帝光，咱通好照光伫人的面前。咱这个搁来唱第一节的诗歌。地叫咱人做真光的灯，亲像一支烛火，明是照光明。这世间就黑暗，难亲像着搭，咱着照伊光，一人一工。咱预备心来做今仔日的礼拜。